非常高兴我们国际佛光会由副会长带领一起很多的成员去各个寺院，南加各个寺院去供养法师，特别是现在是共僧期间，那么我们呢在供养法师就特别有意义。在佛教里面我们讲供养法师实际上是种福田，为自己将来的出世因缘能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在这边去供养几家寺院，南加的各个道场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佛门里面我们讲普同供养，也就是不仅仅供养我们平时亲近的法师，同时呢也去供养我们所有的出家众，这一点呢就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呢将来也是能够让所有的人希望能够因此能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谢谢。To be here on behalf of Shilai Temple, Foguangshan Shilai Temple, and Buddha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do Sangha offering. Please accept our offer.Quan hỷ nhiếp thọ.